Porque看，这是皮蛋哥哥。皮蛋哥哥现在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就可以爬上那个床了。甜甜跳舞，跳舞，跳舞，嘿！甜甜跳舞，跳舞，啊！是看到妈妈的样子，是不是啊？甜甜，你想要爬出来啊？想饼干，我想要饼干啊！甜甜，你在干什么？耶耶耶耶耶！对啊，你在干嘛？对啊，你在干嘛？浇花花。浇花花。你在做水沟啊？看妈妈。甜甜，不要动，妈妈拍哥哥。你看哥哥好棒哦，哥哥不怕水咯，刚刚好害怕，他说好恐怖哦，哦，赶快跑，好恐怖哦，好恐怖哦，哥哥赶快跑了，你看，我赶快去追水了，冲过去了，啊，装大了，啊，赶快跑了，这是爸爸哥哥做的城堡哦。朵朵走过的，你看，它要装水哦，装水哦，装水，去做水沟哦，哇！那是什么？朵朵，你看那是什么？太开心了，我都忘记妈妈了。
倒回去的时候会接住的。为什么要先倒一下？甜甜。耶。嗨。甜甜，你在吃那个？哥哥在哪里呀？哥哥在哪里？哦，越来越高了呢，哈！我刚拍拍，拍拍他的屁股很湿哦。好好。夕阳西下，这里是竹围海水浴场。我还给他屁股特写，啊！我还给他屁股特写，刚刚有看到啊？对。刚好在滴水，水刚好冲上去。妈妈有给你带两套。哦，哎呦，护城河已经越来越那个了，都要满了。好吧，准备再给你屁股特写一次就好了。好啦，看他手在抖，看得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已经不管我们的城堡了，自己在那边倒其他东西啊。一动动的就到了，里面都是沙，把沙倒出来，把沙倒出来。把里面沙倒出来，就不会那么重。啊，飞船，爸爸。好吧，我知道。耶！得得好棒啊！救回来的。有拍到吗？有。啊，你好棒哦！快收起来，好棒好棒，那你先放那里就可以了。赶快先把你的铲子收一收，快点，铲子等一下就掉出去了。等到铲子啊，铲子在那里，这个先放下，先放起来就可以了。放地上就好了，放地上就好了。冲一冲，放地上。放地上就可以了。那、啊、先把铲子救回来，铲子也要救。铲子啊，铲子已经接近水了。
好，送一下。看我们朵朵多棒啊，给他冲一下，冲干净，给他洗澡是不是？朵朵，朵朵你在给他洗澡啊？里面的沙倒掉了，那个沙倒掉了，沙了，他帮你倒。他刚有自己拿那个水冲手手，哎，真的、啊？对啊。像我这个沙这么在里面，好重啊！他竟然拿得动哎、欸！哎呦，哦呦！我的小孩已经没有了，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要不要回家啦？哦，你看，他是回家了啦。好，那我们回家了啊！爸爸再拍一下我们的护城河啊。护城河淹没了。城堡还在啊，就是因为这个护城河，不然城堡当然就完了。好啦，甜甜拍的，玩了一身的朵朵，好开心哦！看，夕阳要下山咯，我们要回家了。城堡也回到海里面去了，因为它是用海里的沙做的哟。不怕，走，妈妈后面。不要看。好，等一下啦，爸爸先拍你，待会才能看。你走过去，走到门那边去，走到门那边去，走到客厅去。你看这个皮蛋朵朵，要穿爸爸的鞋鞋。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小皮蛋从里面爬出来了，你看看，哎，不可以，他妹妹脚，小时候啊，你想要怎么出来？
吃吗？哎，车上有什么东西？没有东西啊。你在去吃什么？什么地方的盖呢？等一下，你爸爸看你。啊？哦，没有东西。今天爸爸在哪里？爸爸？爸爸？爸爸呢？我是妈妈，爸爸呢？明天爸爸呢？那我呢？朵朵，你要上去睡给爸爸看啊，快点快点，待会你上去睡，然后爸爸拍拍完再那个，快点。你这样子看没有什么好看的啊，赶快去，你上去睡觉才有好看，快点，你去那边睡，快点，快点啦，这样子没有什么好看的，这样有什么好看的。好啊，你睡完了，你睡完了过来看，快点上去，快点啦、啊。这个皮蛋朵朵把我们那个椅垫摆在他的桌子上面，说是床床，他在上面睡觉觉，刚才已经被我偷拍到了，现在说不要上去睡了。朵朵上去睡觉觉啦、啊、不用啊，不用那就没什么好看的咯。妈，你看这个是今天跟小朵朵看到人家在放天灯哦，看看，等一下，爸爸，等一下拍完给你看。不要乱动啦！爸爸抱，爸爸抱。这边看到一个已经好像没有火，没有烟了啊，火已经烧完了。啊，火没有烧完了。对啊，往下掉啊。
不是我的。哇不要动了。我看。好啦，等一下啦，爸爸拍给你看啦。哇，不见了。还没有，这个还没有烧完，爸爸拍给你看哦。哦，又跑掉了。救命啊！救命啊！不见了。我剁啦！牙齿没有露出来啊！哥哥在吃早餐哦，他自己挑的面包哦，你看，啊，你看，好怪哦！你吃那个上面有什么？有什么东西？牙齿做特写。你那个，你上面有什么东西？面包上面黑黑的是什么？那是什么？黑黑的。咖啡色的啦。什么东西？黑色的。是什么？这是什么？嗯、巧克力。对呀、啊，是巧克力呀、啊。你用牙齿给爸爸看。咦呀！呀！啊呜！好了，赶快吃。好了，再来一次。来来。你赶快再吃一口。牙齿。吃一口给爸爸拍。爸爸拍呀、哦，拍多多。背光、啊、掉了，小心一点。这个是谁？这个是谁？爸爸在哪里？你看爸爸啊！好了好了，下了。不要拉啦你，爸爸待会给你看啦，爸爸现在拍你，不要弄啦。拍你，知道。
那你搬椅子干嘛？搬椅子要站上去看啊。看妹妹，你好听，你看妹妹还会倒退路哦。爸爸等一下会给你看啊，你不要动。爸爸等一下会给你看，你不要拉啦。甜甜，小心啊！看一下，可能在旁边，旁边多弄几个垫子给他挡住。看看这什么姿势啊？啊？妈妈，我会小心的呀、啊。小的你买衣服啊？妈，弄几块在床边。多多你在干嘛？多多啊，你眼睛怎么了？白白呀。你看清楚妈妈吗？妈妈的眉毛对你怎么样？甜甜，过来，来爸爸这里，来爸爸这里。哎呦，又一个怪物要来了！哎呦！哇，救命啦！救命啦！怪物来了！你的小弟呀、啊，你的小弟呀、啊，你要扫床底下是不是？床下面有没有扫？有。怎么扫？床底下怎么扫？拿纸扫啊。床下面怎么扫？下面扫啊，爸爸。睡在床下面啊，你刚不是有扫吗？睡在床下面怎么扫？哦，要这样子扫啊！哦，哎，再做一次，床下面怎么扫？床下面怎么扫？哦，这样子扫啊！哦，朵朵在帮忙扫地，是不是？啊，有啊。怎么用杯子啊？杯好了，什么杯好了？你怎么没有看到车子？刚才没有看到。有看到没有？来，朵朵啊。好，再见。好，拜拜。再见啊。再见，拜拜。再见。拜拜。你要抱抱。你要抱抱。
再见。来，朵朵来。爸爸。肚子已经快过去了。啊啊！你说我回来了，你讲，朵朵，你讲。你说我回来了啊！我今天上学，我回来了。我自己脱鞋鞋，自己放背包，还把水壶弄下来了哟。啊。来喝水先，好的，好，好了，好了，看爸爸拍讲，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你回来了，你上学回来了。过来啦，你过来，我爸爸怎么拍你？你在干嘛？爸爸，喂喂，布布，妈妈呢？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在那边。妈妈。可以过去，你咬我。东西给你，拿给爸爸这样子。我突破障碍了啦！我突破障碍了，我要出去了，哈哈哈哈！爸爸呢？咦？耶、yeah? 哎呦喂，他的拜拜呀、啊、耶、yeah? 哦吼、哦、把你这些表情都拍起来了呀，刚好抛媚眼，拜拜拜呀！呀！哟！
哎呦，喵，喵哇，喵哇，喵哇，你小心啊哈，这里啊，小咪咪，你要去哪里呀？爸爸在哪里？爸爸呢？爸爸在哪里呢？哎，姐姐不可以玩哦，不可以，不可以。嘿嘿嘿，走回来，走回来，回来，回来。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呼。爸爸。爸爸。应该也要拍一下，要整理。哥哥说这叫整理，他把所有东西通通丢，都给妹妹玩以后呢，他都把所有东西脏乱东西通通丢这里。他说这个叫整理，就是哥哥整理的东西，是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通通放在一个地方，就在那个整理了。他不懂得分类，然后全部的东西都塞在一起，连衣服也是。好，妈妈已经把衣服拿下来，等一下再来整理。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啊！好重哦！啊！哦，真的好重呢。啊！哥哥是咬爸爸肩膀，你是咬妈妈。啊！好重呢。谢谢。喂，哈哈哈哈哈！后面声音弄不出来，用装的。不，明天。爸，真弄不出来，用讲的比较快啦。哎，对了对了，出来了。鸟嘴巴出来了。这样子，用手说，用手说，哎，往这边咬哦，啊，你快手说，来，掰，掰，掰，会不会？好了，好了，再见，拜拜。再跳一次，跳一次，耶、yeah! 欸！哎，好棒！来，再跳一次，预备，开始，一、二、三、四，哇！哈哈哈哈哈哈！你放到哪里去？放到前面，放到后面。你在等着人家啦！我等到你的啊！一、二、三、三、四，哦，这样子，哦，这样子啊！啊，妹妹也要跳，一、二、妹妹要跳，妹妹跳跳，妹妹，你看。Thank you.
你都笑了啊！站起来走，对，走过来妈妈这里，来，走过来妈妈这里呀、啊，带回去给爷爷看，爷爷想看。来，快点啊、哦！站起来，站起来。小美女啊！啊，谢谢你呀、啊！谢谢你呀、啊，谢谢谢谢。哦，不可以。好，对，好。哎呀，不要跳那么远，跳小小步就好了。这样跳小步，一、二、三、四、五，这样到了。欢迎，七、八、九。我喊到六，他就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会啊？十三，再来呢？十四，十五，六，十七，八，十九，二十，跳过来，跳过来，没有，脚脚还是伸过来。卡住啊！啊，姐姐伸过来，这样会卡住哦。要站着跳跳，放到后面就不会卡住了啦。后面没有卡住啊？什么啊？这是爸爸的生日礼物啊，好久好久以前的。爸爸，好像你。爸爸。四八就会放在这里，四九放在这边了，五十，他要转过来就可以，五一，五二，干嘛？为什么他是四个？五四是吧？五大腿是吧？天哪，已经上去了啦！好，快点，快点，快点！大家在数那边，快点，快点！因为为了要选一把，好了，一百，蛋糕，对，蛋糕，好，许愿。没有唱歌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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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爸爸都没有高兴第一个愿望希望大家身体都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愿望希望大家所有计划的事情都能够如你们所想的完成三个，还没，等一下，爸爸吹再跟你一起哈。好，来，预备，来，张红的，来来，嘟嘟吹，来，这边过来，坐过来，再过来，好，预备，准备吹，来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两个也要，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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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哈哈哈哈哈！有口水。那拉面在看头会昏的、啊。你要吃，看你要真正吃啊！哦、他很快。对啊，他跟我。我的颜色好漂亮。怕你不吃。我要吃这个。好。哎呀，多多好乖哦，数到一百了都没有动。我要吃这个。好，你帮忙发盘子。盘子在那边。我们请阿姨帮忙好了。妹妹都没有拍到访客，这位是谁呀、啊？这位是谁、啊？讲十遍。啊，今天大陆好好玩哈。我也。他们说服装秀，那服装秀什么服装秀？瘦子服装秀。真的，他那个说整个他那个会场都是瘦子那样子，嘿嘿，然后他说为什么会是瘦子？你要刀子啊？可是你现在日本很流行那个、啊、为自己的病做葬礼、啊。那我又问你的手好吗？好不好？就是、第一个给谁？他先生日，你们在讲。好，小心，来，小心，小心，你要。等一下，已经切过一台，没有，你朵朵不在这边切，你弄我们要这样子。你的盘子上面的时候，你再来切哈。来，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的手来，我来帮你。对，不然哦，你会弄的。花花的，好，这个给谁？我今年会看，这个给谁？这是你的吗？好，那你的。姐姐脸上都是奶油。这是什么？你要奶油带到去，脏脏的不好吃。这是 Happy Birthday。
装饰品可以。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哦，太难了。对啊。没有，我是说叫他念那个。Birthday。那这个现在，现在新竹科学园区有个很好玩，就是海关会自己去进口樱桃，然后到各公司去兜售。哦，不买还不行哈、哦。可以啊，兄弟樱桃。有，我那边常有人在卖。是吧？这什么话？那都是海关直接进口的，就没有税。我不知道海关为什么海关进口那就不用打税啊？打税坚守自盗。哎呀，谢。嗯哎、欸，自己来拿可乐哈。好，自己来。好，谢谢，谢谢。寿星要多讲些话。对啊，多照一下，看看三十岁的我是这个样子。我下一次看的时候，一定是比三十岁还要大很多的时候了。还大365天啊！大了。我儿子吃好多了。啊，可以了。现在掉了。甜甜要不要吃？摄影师，先照一下，这是摄影师的，就像，照，这是摄影师的。你可以再近一点，没有关系，再近一点。这是你已经有的了。你用一手拿着，用另外一手去。好，所以你不要让你赶快吃你的。他要反过来，你可以弄，但是你要反过来，你要用我们的方式。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你要用阿姨的方式，要听阿姨讲。这样不行。嗯，很好吃。你讲太假了，太假。好。哇，多多好厉害啊！切块特别大。多多已经吃完了。好，可以了，OK。哎，这里好热闹，隔壁好热闹。可是你不会啊，你看。这蛋糕好热闹。蛋糕毁了。哇！赶快解救你的蛋糕。多多。你儿子。好了。生日蛋糕哎。好了，来，小包喂你吃。蛋糕身中十几刀。小包喂你吃，好吧，乖啊，好了，你已经帮忙了。啊，看你的手手，长，拜。好，去拿。哎，他怎么没有正面子啊？来，我都忘了跟他要了。哦，好近，没问题，来，要不要？可以对吗？对啊，你看。没问题，对，手上 Marco 的。布丁哎，赶快吃，是你的。来，叔叔看一下你的。哇，好精彩啊！赶快拍。赶快拍。这北北在干什么呀？撒那么多叉子是要干什么呀？不过他的叉子做的也比较漂亮。要插人吗？小中非插。你还没拿对不对？你先。OK。小巴黎还没有哈。有，在小巴黎在桌上。甜甜的呢？你要这边还是这边？都可以。可以。有没有人要吃樱桃的？你挤得进去啊？哦，你真的也挤得进去哦。废话，徐龙能挤，我怎么不能？这废话。徐龙挤过吗？谢谢。多多有人在破坏你的玩具。多多，你的溜滑梯被占据了。来，坐这边，多多坐这里。你抓了什么东西吃啦？好饭又是干的。坐这边。布丁呢？男呢？你们家甜甜大概都几点睡？啊。10点睡到早上6点，5、6点起来。哇，那你觉得甜甜睡得好少？他从小就是这样子，生出来以后就是睡得比较少一点，他都睡比较多，睡眠比较少。你刚刚继续拍啊？对啊，他现在在现场收音。可以再靠近一点，没有关系。对、欸，蛋糕不拿过来吃啊？寿星都不说话。他刚刚已经自己吃了，你不要喂他，就一直都。没有啊，他刚在玩而已啊。哎呀，奶奶。你要吃樱桃吗？好吃吗？来，自己吃，我不要。很好吃呀。比例小鸡不错哈。所以很大牌哈。哎呀！快到了，快到了。那妈妈吃掉。妈妈咬你，妈妈咬你。哇，没有拍到咬的画面。这个给谁的？你看你要不要吃啊？你要不要吃？这个奶油乳牛。啊，你问他谁要吃？快没电了。北北呀。你问北北要不要吃？看你想要给谁。那个。你这单这电池有多久？我吃。
没有，这是新的，我前旧的已经都快不行了。不要装，所以要充好多。现在都多啊，充好以后可以用多久？哎呀，充好以后啊，我真的没有实际算过，因为拍小孩没有这样子。我这样拍好，偷偷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就。差不多应该。你要吃吗？不用，谢谢。你给他吃好了，他带来吃。而且你如果想到那边拉近拉近，不要，准备说要，谢谢你，你放在他的盘子里面。谢谢，放这里。放那边。啊，你好棒啊！啊啊！洗澡了，洗澡。赶快帮我。要让他在旁边。地上，快点！你自己吃好了。嗯，那个肥肥，给那个肥肥，瘦肥肥，来你自己吃来。要不要吃一口？要不要抓起来？不是，好，谢谢。这样插过去，插过去，整个都滑，油在我这边都湿了。刚电话特别交代不能吃那个。直接抓起来。真的？为什么？觉得你太胖了，嫌你太胖了。没错，但严格执行。懂了，刚刚他有多胖？我吃过了，给那个北北啊，他也有。剩下最后一个就是你的了，那个不然你给爸爸。给爸爸。上也有，所以。好了，这是放菜。你拍我干嘛？好了，结束了。爸爸不要。那给妈妈，给妈妈。留给你吃。我站在肩膀上啊。对，对不住，对不住。然后头上再顶一个，再顶一个盘子，还会转这样子。不要脸来脸去啦，看这边，偷偷看这边。嗨嗨嗨，看你小时候，你小时候要折磨爸爸的啊，长大了哈，爸爸要坐到你一边去了。我要看，妹妹在看。等一下再看，好。你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认真看啊。我买。偷偷。来看嘛。还要看那个。啊？我那风吹出来好像等一下嘛，看到没有？没有啦，顿速的关系啦。我里面那个就风声很小，当时一开始我不是，我不是说风声，我说是开口。他是胖叔叔哈，有没有？我就觉得我那吹口好小，都没有风出来。你是个一样歌林的吗？啊，这个瘦叔叔哈。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的机器也比这个小一点，比较小。他看比较小，对对对，不过我觉得那个是要买分里面有谁？当然，声音小很多，然后而且比较凉，因为他的妈妈，他比日历的还有谁？这种下飞式的，那侧睡的没那么凉快。阿姨哈，阿姨笑一个。我吗？对呀。需要你了。对，除了你是阿姨，还有谁是阿姨？这个。来看多多喽，多多在这里。他自己看不见。你看不见。啊！太害羞。啊！看多多。这里我发现有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它转过来是，这里面有遥控。你看不见你自己啊？看见。看不见呢？啊，你呢？当然有灰机。小心啦！Thank you.
下，没有，我先塞一塞，你回来。等一下，你等啊，我想啊，我想会等一等。等妈妈一下，先不要动。关你，这样可以了吧？我看一下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一起再炸一次，绿色皮的再炸一次。你不要动，你不要动那个地方，我叫你不要动，听到？还没有，先不要拽。我塞进去以后，你用压的。还没有，先不要转。好了，开始呀。对啊，对啊。爸爸，来跟大家嗨。嗨。你在干嘛？你讲一下。我在榨果汁。好好，你在榨果汁啊？那你待会要不要喝？呀哈！再次再一个。没有啊，可以的，明天再上啊。什么？跟妈妈讲你要吃什么？坐下，坐下，坐好啊！你在吃什么啊？妈妈，我在吃樱桃啦。你看我吃的好棒啊！你看，我跟你说，妈妈，我今天已经会用汤匙自己喂自己哦。我还没有一岁哦，我已经会走了，而且我尿尿会跟妈妈叫啊，叫妈妈的手手。我没有穿尿布布哎，你们看我没有穿尿布布哦，哎没有尿布布哎，没有尿布布，你看我没有穿尿布布啊，好坐下坐下，坐下啊，妹妹，哥哥你在干嘛？你好，哥你在干嘛？这是我的朵朵，我们两个穿一样的衣服哦。你知道吗？我朵朵会照顾妹妹耶，我也吃樱桃，吃的嘴巴红红的，而且我会去马桶臭臭哦。我有一个很可爱、喵喵响的马桶哦，它会帮我按臭臭哦。哈、啊，我按臭臭按得很漂亮哦。妹妹呀、啊，你小心一点哦，蹦蹦了哟。等一下给你看啊。这是什么？这是浣熊。哎，坐好。浣熊，你看。坐好。今天，哇，好吃的樱桃，我好喜欢。还有哦，我跟你们讲哦，我很会溜滑梯哦，我还会从床上倒着下来，我已经不会从床上摔下来了，因为我会下床了，妈妈教我两次我就会了耶，这个月来我都自己下床哦。然后啊，那个房间里的小床，你们看，就是这个小床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很难了，因为呢我都自己爬上去再下来，妈妈不抱我的时候我知道怎么下来呀、哦、对不对？甜看妈妈耶、yeah, 棒啊，好棒的小女生啊，爸爸妈
是这个。这啊，待会给你看，快点。啊。三岁的朵朵还在骑车，还在骑这么小的车车。他在骑什么车啊？这是骡子车啊。那是什么车啊？车车。啊，哪门子车啊？那是什么车啊？车车啊。为什么骑那个车车？因为我就坐啊。你坐在那上面，它不会坏掉吗？对啊。你为什么那样子骑？爸爸那样子骑吗？朵朵啊，爸爸那样子骑吗？哇哇，翻车摔倒了！你太大了，你还那样子骑会摔倒啊！你这样子起来的，你一下子又起来了，这样子啊？可太看了。哦，对不起。哇，又倒了，又倒了，被爸爸拍到了。被爸爸拍到了，又倒了，不能坐了。那屁股会摔痛的啊，你干嘛那样子骑？我来过山洞，我来过山洞。哎呦喂！不要那样玩好不好？好玩吗？什么好玩？危险的要命，哪里好玩？今天是啊，昨天，昨天是我们甜甜周岁生日，干杯！干杯！喝，好，庆祝一下。啊，好喝！爸爸，你看我喝的脚脚都举起来了。对呀、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孝心，孝心小甜甜。你叫妹啦，小银秋。小银秋，好，来，我们给他唱生日快乐歌啊！好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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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yeah, ，甜甜，呀，天主保佑甜甜，哎呦，身体健康，乖乖乖，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长大，天主保佑，好，一家人和乐健康，嗯，天主保佑哈，好来，好来，吹，朵朵来一起吹哈，一二三。哦、oh, 耶、yeah. 重新装装在桌布哎呀装好我先拿刀子啊没有蜡烛没有蜡烛蜡烛在这里没有关系啦好嘞看哦我们寿星会吹蜡烛咯嗯，哈哈，妈妈你在干什么？好了好了，哎呦，掉下去了啦！好了，开始录了，开始录了。你不要再切了啦，你吃你的就好了啦。哇，爸爸终于可以上镜头了。他会切，你看。是爸爸、哦。你看，朵朵会切，你看。哦，朵朵会切、啊。他会知道切了，然后用叉子叉子叉。这
这里你看到。怎样？这个不可以尖尖的，尖尖的啦！哎呦，小了。天天，哇！你已经变成小妹妹了。
这个是蛋糕。哎，这个不是那边那边脸上。小美女，鸡蛋妹，小泥鳅，爸爸叫我皮蛋妹，妈妈的同事说我是小泥鳅，我叫小泥鳅吗？我是甜甜啊。今天是荷花节，昨天是荷花节，刚好就是甜甜的生日，7月18号。我的名字就叫陈嘉禾。看，我这儿出这些什么呢？哎，阿明哥。陈嘉禾，哎呀，爸爸爱这个的。大家都看到了，你叫小泥鳅了哈。泥鳅，抱不住的泥鳅。宝宝是脱逃术，这个叫做脱逃术。你看，宝宝抱不住，和宝宝抱也是一样。他抱抱。哎，你不是要我抱你？结果你是什么样子？你要去哪里？要不然你就坐，换哥哥坐这边，换甜甜坐里面，坐上面。哎，等一下。赶快！拿先坐。不是，他我拉一手撑住他了，他已经快滑下去了。小泥鳅要用绳子绑住。对呀，一怕你摔跤啊，痛痛呀。为什么表情呢？哎，还没有做好，妈妈没有帮你就站起来了。哎，有没有超过镜头啊？站起来。啊！天哪！哈哈哈哈哈！他爬起来了，甜甜，你逃不掉你。哈哈哈哈哈！甜甜，你逃不掉的，你看你长大怎么赖？哎。试一下镜头了，咬破的地方，你看，这里吗？耳朵不要动哦。不要看得到，看不到。这里，这里破个洞了，看到了吗？这里破一个洞，这个洞，好，这个你，这个小女生没有绑好，你看，每天妈妈就是这样坐站的。看，你看，你就是这样的方式栽种好几次，你要养大勇气，你看看，我观察力非常。朵朵，不给摸。妈，这给你喝。就好，给你喝。乖啊，不可以摸，知不知道？乖啊。不知道。这是我小甜甜真实的美景哦。不可以摸，会倒下来哦，会坏掉哦。看就好了，一样啊，你在这边看跟那边看不是一样，不可以摸。Yeah.
掉了。哦，摔坏了。要吃。你捡起来，原来拼在这里。我可以摔了，甜甜。最近喜欢摔东西，你摔东西为乐。你看，我要表演哦。哦，哈哈，妈妈站起来了。你看，我还要再表演一次啊，懂吗？哦，没有，妈妈不是要抱你了，嗯、啊、嗯、啊。哎哎，小女生，每天她都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秀出这只脚脚来，我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啊，一个美女的小腿腿，这么美丽，不不拥抱，不不，小美女。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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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要抱，不会讲抱，不会叫妈妈抱，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爸爸，妈妈，爸爸，你只讲爸爸，你就叫妈妈，来叫妈妈，嘿。嗨，你在这里耶！爸爸，你小心啊！妈妈，哎呦，不可以哦！有点想睡的样子了。五点就起来了，小美女五点就起来了，因为这个时间是要喝奶了，我要去喝妈妈的内泌了。那对了，差不多。去年呢，这个时候我第一餐喝妈妈的内泌就是五六点的时候啊，第一次喝到妈妈的。爸爸，你都喝牛奶哦，那时候妈妈就喂我喝妮妮了，对不对？对啊，我好开心啊！你看，我会自己拿，爬上去拿，好多东西哦。妈妈把我生下来的时候，我好大的，3680，可是现在我只有8公斤，好瘦啊！因为我每天都要玩啊，不停不停的玩啊，不停不停的动啊，对不对？对对，你们讲对对。哎。哎，不可以啊，不可以用一下啊。哎呦！多多跟大家嗨，你看啊，大家这是这一盘就是妈妈炒的蛤蜊，现在里面已经空空的了，只剩下壳，这些都是我小多多一个人吃掉的哦，里面还有稀饭都没吃哦，你看这个是右边的，就是妈妈炒好的蛤蜊，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中间呢是那个壳。一个一个的壳都空空的，然后左边是饭饭，都一点都没有动，这是谁吃的呢？就是这一个小多多陈佳雅吃了。对呀，看看这些都是你吃的吗？是啊。是啊，那你没有吃饭饭？没有。没有哦，怎么这个样子？妈妈做的蛤蜊好不好吃？有。有啊、哦，那你们跟妈妈说谢谢。讲大声一点啊！客气。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厨，现在还在做更好吃的东西要给爸爸吃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小皮蛋妹甜甜，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玩这个哦，甜甜。啊啊！是我啦，我在这边自己玩哦，我也好乖哦，我就没有吵，你这个要给我，啊，谢谢你，谢谢。
谢谢你。好，来，爸爸拿。谢谢。啊，你还有发现什么东西呀、啊？啊，这个啊，好，来给你，这个、给你，甜甜。啊，你好棒啊！你看，这是我们的哥哥，哥哥还会鼓励妹妹哦，说妹妹会尿尿了，好棒哦，还会跟她玩哦。长大了。啊！停电了！啊，你在干什么啊？等一下，不要动，不要动。啊，又是你呀、啊！停电！爸爸，好，等一下给你看，等一下给爸爸先拍，不要动，好不好？啊！啊！小皮蛋妹，啊！啊！你看妹妹现在在干什么？不要乱动啊，朵朵啊！我等一下给你看嘛。不要，现在爸爸在拍你，不要弄。等一下给你看，爸爸有没有都给你看？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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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你呀，甜甜。好了好了。你刚刚怎么样？你手要比阳刚，不是手要比吗？等一下，等等，你要不要下来冲澡？不要动我。谢谢，谢谢，甜甜，我要给你，你要谢谢啊，谢谢，谢谢，吃，谢谢，谢谢。坐的小马桶哦，妙妙熊的小马桶。今天我上的臭臭呢是圣代，嗨，这是我的朵朵圣代，这是我的臭臭哦。你看我的臭臭有没有可爱？是不是像圣代一样啊？平常我有时候就上香蕉哦，我会坐香蕉船哦，给妙妙熊吃的。妙妙熊现在被我喂饱了，要去睡午觉了。拜拜。87年8月1号，小甜甜刚好1岁半个月，她第一次坐马桶哦。你看她在马桶里摁了这么漂亮的香蕉哎。不过颜色是暗色的，这是香蕉干。这是我甜甜坐马桶上出来的东西哦。你看我甜甜是不是很厉害啊？我1岁半就会坐马桶，臭臭了。妙妙熊都在笑哎、欸，你看妙妙熊都在笑哦，笑我甜甜好棒哦。啊，
这是我们朵朵上出来的作品，它是国王的权杖哦，哈哈哈哈哈！你们见识到了我的大小了吧？那这边就好了。哇，这就是朱家慧准备下水了。这个暑假学游泳学了，你很会游了呀，你很会游了，还好了，不是很会，因为他很怕水啊。会吗？从小被姑姑魔鬼训练都不怕了，也不挪冲的。会冷哦，爸，你会？啊，你自己吃饭。哇，你好棒啊！整天今天第一天上学，朵朵也是今天第一天上学哦。可是甜甜今天第一天上学回来就会自己吃饭了，知道吗？爸爸，甜甜我今天刚满一岁一个月哦，满了哦。可是我已经会用自己吃，又会自己拿汤匙吃饭了，妈妈不用帮我喂，我自己喂就好了。啊，这样子啊。老师说我好棒哦，我玩具被人家抢走的时候，我没有哭哭哦，我去把它抢回来啊。啊，你自己吃啊，爸爸都拍大了哦，爸爸也拍到你自己吃啊，你好棒哦，哦这样子啊、哦，对啊，这样子啊，啊，你给妈妈看啊，我看看。然后坐在那些小椅上，坐得很好，让自己坐得晚吃哦。真的啊。我的小沙发扔下去。你们自己吃，妹妹自己吃来，你也帮帮你自己吃来。来，快点啊！我沙发扔不下去哦。这边吃的哦。看哥哥今天第一天上学，结果他不会自己吃饭饭，只有在那边玩玩具而已。然后妹妹都会自己吃饭饭咯。朵朵会不会自己吃啊？会。你不会啊、哦？妹妹会对不对？会。妹妹会啊，你看妹妹在自己吃啊。啊，结果哥哥比较大，居然不会吃饭饭，真是好好笑哦。你会不会自己吃？因为他们衣服也没有拿到，什么运动服也没有拿到。哎。车啊，甜甜，啊，这样子啊，啊，这样子啊，骑马啊，哦，这样子骑危险哦，这样子骑危险哦。抗不菌细菌交给毛毛抗菌洗碗巾，经医学实验证明，毛毛抗菌洗碗巾能有效抗菌，才真干净。毛毛抗菌洗碗巾，多了抗菌，当然不安心。夏天到了，裙子暖了，生活。我的肚布也剪了三公分。啊，这样子啊。菲姆斯
进美容机构，即日起免费试做30分钟，有效再买，再打5折。曲线窈窕菲梦氏，菲梦斯国际美容机构，0802124688。林天，哎。啊，你在讲电话啊。世界非常奇妙 Wonderful， 是这只有鼻子会听人话的秘鲁牛，保证让你大快眼界。此外你知道一只乳牛有几只乳牛？你在骑车车啊，小心哦，小心哦。爸爸在干什么？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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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啊！甜甜，哇！拍照了，拍照了，你在干什么？耍赖的样子都拍到了，甜甜，你在干什么？甜甜，你在干什么啊？哎哎，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你在干什么？还从脚底抓出来吃哦，不可以吃。你在干什么啊？哥哥小时候都没有这样子过耶，还躺在地下耍赖了。被我拍到了啦，完了啦，糟糕，糟糕，还笑嘞，完了完了，你又耍赖耍，你又耍不掉了，哇！嘿，甜甜哟。嗯，好，等一下给宝宝看看，等一下给你看，等一下给你看嘛。妹妹在干什么？妹妹在耍赖，对不对？像妈妈不会这样子，可是你都可以学这样子嘛，知道吗？妈不会的，耍赖也是一样哦，还会敲到口头。哎，甜甜不可以吃，你在拿什么？不可以吃啊、哦，地上捡起来的，他手上有个白色的。好了。爸爸妈妈在哪里呀、啊？爸爸妈妈在哪里呀、啊？哪里？看，这里啦！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样子，你跟爸爸说，爸爸在哪里？你跟爸爸说。啊！那是爸爸妈妈。这里跟爸爸看啊，哪里是爸爸妈妈？啊，这里呀、啊。啊。
花。跟爸爸说这是花花，爸爸在哪里？站着、啊，爸爸在看。对。甜甜，甜甜，爸爸在哪里呀、啊？甜甜，甜甜，嗨！甜甜，你爸爸睡醒了，你会叫了吗？会啊。哇！会叫了，哇！这是下贱的，妈妈要回去。啊，甜甜。啊，这是朵朵啦！哦，朵朵会跳跳跳了，你是。皮带哥哥也加入这场。
下，找你不要玩的那个去洗澡，那可以玩一下吗？玩一下，不要玩好不好？在扮兔子假皮，给妈妈抱抱好不好？抱，抱抱了，抱抱呀！爸爸在哪里？爸爸呢？看到爸爸了，被爸爸拍下来，恶心恶状，去找出妈妈的皮包来玩钱钱，看你什么都吃了，你看，爸爸说你拿钱钱的，你拿钱钱的，什么表情？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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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哦，甜甜，看，拿到了。我看一看，你照镜子，看到我。呀，哒哒哒哒哒，哇，那小山，那小山，呀呀呀。呀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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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声，大小声，哒哒哒哒哒，一弹琴呀呀！小心小心！我下下一个。甜甜，你在跳舞啊？呀呀呀！甜甜，甜甜，我在这边。啊，小豆豆在那边啊。多多在这里呀、啊，多多也在吃柳丁，对不对？手上看到吗？看。好，等一下，宝宝给你看，宝宝等一下给你看。不要拍到我。滴个滴个滴个滴。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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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不要拉手多，不要拉，等一下给你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点。不是，你让他不会学，他这样。我
我在那边了。好啦，等一下给你看嘛。啊，好酸哦。来，景天啊，景天来啦，再去做一次给爸爸看，快点。你刚才在做什么？快点，景天来，去做给爸爸看。爸爸给你拍起来，说你刚才在干什么。好，去那边，去，快点。你看这个小皮蛋妹，刚才在地上耍赖，爸爸拿摄影机来没有拍到，他又再过去示范一次。甜甜，不是，不是啦，甜甜啊，哎，来，快点，过来啦，哎，甜甜，过来，你刚才在干什么？过来，过来啦。你刚才在干什么？做给爸爸看。你刚才在干什么？刚才在地上干什么？你在耍赖的样子，会不会耍赖？你怎么耍赖？躺在地上啊？明天啊，那是什么样子？明天，你刚才耍赖是什么样子？那个脏脏的啦，嘴巴不要碰那个啦。爸爸找到了，你看爸爸在哪里？皮蛋，你看。下来了，妈妈关起来了啦。他把头放到那边，这样子。大皮蛋。爸爸来了，你才要下来哈。